香酥日本。嗯，哦，人才，比赞是吗？还是比爱心？比爱心，比爱心，哦，比爱心。那你在中间比一个大爱心，不是？不要把大爱心，要比一个这样子。这个，帮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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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。大部分人是这样，然后就这样负责。好吧。啊，你包包也太大了，包包都放下了。好，我自己用，我自己用。大家画个口红。啊，真的吗？都还要化妆？不要啊，消肿一下就好。不是应该就好了？你现在害羞一下就好了。害羞一下。那不是应该老师在化妆？好好好，那请进。这么晚？没关系啊。好，速度，你们回去 PS， 然后速度那边对边边了。没问题。对，好，好像开始。爱心吗？爱心，爱心。再来吗？左手。好像可以了，听到这种声音都没有，没看到，好可以，都是一群臭男生，没有，都是蛮可爱的。再一个好，欢乐一点好了，随性的好不好？郑慧宇那个，不是大家都随性摆就可以了，摆一个都，大家都需要，我丢，没有得丢，丢，啊，这样就拍了。不知道是几秒的，我好像好看，就变态，自然了，好像可以了，自然。为什么要整个偏掉？整个偏掉，是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什么哈利波特？你们应该把它扛起来。哈利波特，男生扛起来。还有什么动作？好像就这样了。那个错对了，好，谢谢，看起来，我们一起好，所以什么时候出发？礼拜天，礼拜天哦，超快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对，顺利的话，疫情顺利就爆开了。那你家的学校是同一期啊？然后我一直说学校的有没有特别选什么？有，艺术传媒的广告学系。就是在去哪一家？你知道去哪家？我去上海看一下。它贵吗？它贵。上海非常漂亮。Sorry， 我们很多。每年九月十月的。为什么你每年都去？跟基金会一起去。基金会。哈哈哈哈哈！他刚刚也说算看一下。好像私立的。很想看一下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还有屏幕上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因为他在用红。他公司是在。生活与累。就每年都去上。然后十月的时候去北京。